欢迎来到西区中国教会主日线上崇拜。我们是加美地小组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参加西区中国教会的主日敬拜。欢迎，欢迎。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不是快乐就主下世人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救恩，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歌声深隐藏
现在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啊，来为自己的罪来省察，也求神的恩慈临到我们。好，大家请静默。是的，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永无止境。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主，求主你怜悯我们，你来光照我们，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罪，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主，求主你赦免，请主你饶恕，赐给我们新生命。你的圣灵使到来重新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重新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来求主你来怜悯这个世代，求怜悯这个疫情，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求你仍然的来彰显你大能的作为，求你止住疫情和疫情带来的伤害，但是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主，求主你继续的保护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们，求你医治患病的人，主，让他们在疼痛患难中来看见你自己恩慈的脸，主，他们 的生命就得以复苏过来。无论是疫情，无论是美国的选举的结果还是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合一，还是中美的关系，世界的和平，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把希望放在对的地方，
世人是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方法上面，但是主，我们要定睛仰望你，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哦，主啊，你的百姓呼求你，把那复兴的火赐下来给教会，也求圣灵大大的来浇灌我们，浇灌西区教会，来充满我们每个人，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在地上来成为你的见证，让人回转归向你，让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才是所有人终极的盼望。哦，主，我们继续为我们主内的肢体有需要的来向你 恳求，来求主你医治，来求主你赐下那够用的恩典。我们为 Ezra 每天都康复和进步来感谢神，为 Ezra 他的鼻胃管已经移除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显明你的慈爱，你的医治在 Ezra 的身上，在 Victor Michelle 全家人的身上。哦，主，求主你特别为着在社会服务部门还有慈善机构工作的人们来祷告，求主你赐下他们仆人的心智，来教导他们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服侍这人们，也赐给他们耐心和喜乐，让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主，他们能够经历你更深的恩典。我们继续的为我们普传的事工伙伴来祷告，我们为着在台湾的德仪飓风夫妇还有在加拿大的马丁杨月夫妇，他们感恩赞美主，因为他们都顺利的产下他们的宝宝。求主也特别看顾在不同地方服侍的我们的普传伙伴，主，保守他们的身体，主，让他们 的身心灵都在服侍当中继续的来兴盛。我们为着今年底开始参加的开始参加小组长同工培训的多位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主，求主你圣灵加添力量给同学们、老师们和辅导们，求主让这门课能够帮助到大家继续的装备，来成为得人如得鱼的门徒。主，我们也为着奉你的名聚集的所有的众教会来祷告，求圣灵借着我们的合一来继续的坚固你的教会，来彰显在基督里面特别的丰盛。我们特别为着越南宣道会 Vietnamese Aliens Church 还有 Access 教会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各项事工，他们的门训他们在传福音上一切的努力，主求主你彰显你的恩典和你的同在，在他们的事工当中，我们一切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主，都求主你来悦纳来接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我们爱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西区教会的主日崇拜。不管你身在哪里，愿神赐福于你，愿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能够更加的归向爱我们的主。那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要特别欢迎你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你面对面的来问候你，但是期盼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而且也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小组，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那在今天的聚会之后，在11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网上的蒙福之路课程，来继续的来介绍我们的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的福音信仰希望你能够参加，在网上能够找到它的链接。好，那在特别告诉所有的人，就是在24号平安夜的晚上5点到6点，在我们教会也是在网上，我们会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庆祝平安夜的聚会，所以请大家留意来参加特别感恩的是今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又有为大家预备了几个不同的读经计划，因为读经是我们灵命得以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今年有三个明年有三个读经计划，可以大家可以来跟从的，就是有一个是黄一鸣牧师他要推出的麦琴读经计划，所以这个计划呢是
一年可以将整本圣经读完一遍。然后另外一个是得胜羔羊读经计划，这是我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的。这个读经计划是用四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遍。那我们每半年会更新一次，所以随时欢迎加入。所以你如果从2021年的1月份开始加入的话，你就进入到我们得胜羔羊读经的第三部分。那接下来的四年你都可以在这个读经计划当中。还有第三个读经计划是新约260的新约读经团，许仲义牧师、徐祥义传道还有钟兆鹏神学实习生他们推出的，就是在一年可以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而且他们在这个下一个周六早上还会有一个问答会，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在 Zoom 上来参加。所以鼓励大家每一个人都在新的一年能够把读经成为自己神赐福于我们的一个赐给我们灵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好，十二月份的青少年家庭崇拜就暂停一次，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再会恢复。好，那今天的所家中的事项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请徐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话。他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圣诞快乐。疫情已经9个多月了，很想念大家，但是哪怕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仍然感谢主，我们仍然在这疫情中的圣诞感谢赞美主。虽然我跟大家一样，也我们都应该非常期盼这疫苗的来到，但是我们更大的盼望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确信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带来给我们今日的世界我们真正所渴望的医治、安慰、平安。我们今年圣诞的讲道系列我们叫做主必再来，圣诞最深的盼望。主必再来，或者 叫 主愿你来，是哥林多后书16:22里面的一个用词，也是早期教会彼此问安的亚兰语的用词。早期的教会用这句话 Maranatha 主必再来，或主我愿你来，来彼此提醒基督徒最深的盼望是耶稣，是耶稣的再来。今年我们也以这个题目来作为我们圣诞庆祝的主题，庆贺主的降生，也期待主的再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来自约翰福音14:1-6里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的经文。约翰福音14:1-6，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哪怕在这疫情中我们为圣诞感恩。谢谢主，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谢谢主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庆祝圣诞，我们也期待你的再来。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心灵的状况，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主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经历你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
人人都渴慕一个有归属感又属自己的地方。这年头梦居或所谓的 dream home 是很多人所期待的，一个豪华又舒适梦幻中的理想住宅。如果你常常看cable TV 的话，像 HETV 这样的电台炒热了全球装修房子的热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个梦居会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是也许厨房里有宽敞的厨房和中岛式 的厨房，或者是有果树鱼池的漂亮花园，或者也许人所期待的是有影音设备齐全的家庭电影院。但是令人羡慕的房子和一个真正温暖的家又是不一样，天家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二到三节，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说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也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新约大师卡森博士解释这段经文说，他说这里我父的家说得很清楚，其实就是说的天堂，而且这原语言的意味里面是一个宽敞广阔的地方。而他说有许多的住处的时候，这个语言里面的意思代表的永久舒适有亲密的意思在里面。那这也许有人说就是新天新地的美妙画面，又宽敞但是又亲密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在讲的不是要我们去猜测将来的黄金街或碧玉城是什么个样子，到底神要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海边的风景别墅还是都市里的豪华顶楼公寓。因为更重要的其实倒不是什么是住的地方或是什么样的豪宅，而是在这句话里头，他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宝贵的应许，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天堂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它是有神亲密同在的地方。耶稣的话说明了这地方的特点是关系，因为哪怕你是住在壮观的皇宫里面，若是没有你所爱的人一起共享，没有让你继续成长发展的空间，那样的地方不过只是个金鸟笼罢了。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绝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地点而已，那也将是一个合适我们接纳我们有美好成长空间的地方。因为有主亲自的同在在那里，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位比他更认识我们的知己，没有一位更爱我们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四到五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要做他的子，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所需要的添加不只是一个肉身舒适的地方，更一定是一个叫心灵舒畅平安的地方。我们所渴望的地方是有恩典有信任有真情的地方。有些人说天堂是个唱歌不停的大师班，有些人我听了有些人说听了这样的话说不想去，说因为自己也不会唱歌也不喜欢唱歌，觉得那样的地方怎么会是好地方，太枯燥了，一天到晚唱歌。那不好意思，是完完全全误会了。我们在天堂是绝对会是一个颂赞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的颂赞不只是以歌声的颂赞而已，我们会以我们的全人全生命来颂赞主。在那里我们将会，我相信我们将会继续的学习，我们会继续的研究，我们会继续的建造，我们会继续的工作，我们会继续的旅行，我们也会继续的娱乐。
从自然科学到艺术，从园艺到建筑，从烹饪到学习语言，因为这一切，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是在基督所测不透的丰盛里面。只是我们在神国度里的这一切的学习、探索和应用，将不会再有在今日世界上我们所看见的勾心斗角，不再是为了剥削图利，而是都是为了荣神一人所做的。不但如此，我们要在基督里，在那美好的未来里，再添加与我们所爱的亲人重逢。我们会一起重续回顾，发现神的作为，而且在那种恍然大悟中一起赞叹神的慈爱与智慧。我一向渴慕与我的父亲重逢。许多人知道我爸爸在我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我有好多想问他的问题。我想知道他的童年，我盼望能够知道他在大学里是怎么样信主的，他第一次讲到的经历，我也有好多希望跟他分享的事。还不但如此，天堂告诉在天堂，在神的天家里，我们也会继续的建立友谊，不但是跨越国家和文化建立交心的朋友，更是不可思议的跨越时空，与我们所敬仰的历史人物，我们心目中的圣经里的英雄交谈和认识，而一起归荣耀给神。哇，你能想象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主的预备是眼所未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十四章四到六节，我们经文里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想去天父那里，想去人心中真正所期盼的荣耀永恒归宿，耶稣说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因为主是道路，他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再看下一点，要看到主是真理，他呼召我们与神和好。今日的世界真的是不能够再破碎了，尤其是特别在今天的世界里，你可以想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猜疑和不信任。我觉得 我几乎不能想象一个时代时刻是像这样子彼此 的 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分割，我们今天的国家的世界的这种隔离。今日世界的痛苦，因为我们不把神当作神。在我们一切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人的心不能够容纳别的人，政党不能容纳政党，人不能容纳人，我们自私自利的思维，以致我们拦阻我们给彼此所需要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宽容人的空间在我们的生命里。箴言里面有一句令人啼笑皆非，还出现了两次的话语，这是箴言二十一章九节，也在二十五章二十四节里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要向被这话冒犯的姐妹们先道歉，因为我相信姐妹也可以对弟兄有这种受不了的感觉。而且如果你看现在这一份图片的话，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史努比总是睡在屋顶上了。但是这一句话里头意味着关系破裂的时候，人靠着自己无法和谐相处的基本问题，我们受不了彼此，也不能够给彼此所需要的空间。事实是，没有任何帝王或国家领导人能够给带来人类所期盼人与人之间相处、国与国之间相处所需要的和平。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思想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
这破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隔阂和猜疑。有史以来，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等候救主的来临。罗马书五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神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但是神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叫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唯有基督所付出无比的牺牲之爱，才能医治今日关系里的无情、无力和无奈。今天的关系的破碎里，无论是种族之间的敌意，到亲子之间的误会，从夫妻之间的摩擦，到邻舍、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难处，关系，这关系是神的创作，关系也是神的祝福。但是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一切的关系当它是从我们自我中心的自私出发点开始的时候，它只会最后带来冲突。平安夜里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将神的平安带给我们。耶稣不但为我们降生，还为我们受死，而这一份牺牲的爱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为我们受死是神无比之爱的奥秘，他的命抵我的命，要他为我付上代价来恢复我生命的价值。他的命赎我的罪，他宽恕我，叫我也能够开始学习宽恕别人，因为他知道我需要宽恕。我一生做错太多事了，我给我所爱的人带来太多的痛苦了，并且我还会明知故犯的继续犯错。他知道我急需要宽恕，而且我每天都需要宽恕。他舍命我要爱我，他知道他将他无比的爱充满我，因为叫我因为蒙爱而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要我知道我的命不是为自己，也不应该只是为自己，因为造宇宙的造物主竟然放下自己来为我舍命。唯有当我们领受神的爱，与神和好之后，才能够真实的与人和好，就像十字架的样子一样。那垂直的一面代表着我们重建与我们与神之间的垂直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水平线的关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叫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领受耶稣的真理，不只是知识上接受而已，而是要真正的进入与神和好的真实关系。因为耶稣不只是教导真理，这句话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讲情，有些人喜欢讲理，但是耶稣基督是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情和理聚合一身。耶稣的真理不是可以仅仅接受的理论，而是真实的生命关系。我们来看这最后一段，主是道路，主是真理，主也是生命，我们要怎么样的为主预备自己。再回去看14章5到6节这段，当多马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并不是上天堂的通路密码，
他自己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真理与生命。所以当耶稣说他是道路的时候，这表示我们自己无力开路到我们所梦想的天家。我们必须跟随耶稣的道路，接受真理的耶稣，才能够拥有耶稣所赐的生命。为什么许多人对主的再来不冷不热？而这有的时候常常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当主耶稣讲到的时候，主耶稣在福音书，他说对一群人，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又有一个地方耶稣说，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为什么我们心里不冷不热？不久前我看了一篇关于退休的文章。不用紧张啊，我没有退休的，还没有退休的打算。但是作者已经是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人啊，他在分享自己退休的经历。那其中一项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观察和重点，他说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他说大家不明白的一件事是，对多数人来说，生命的优先次序不会因为退休而魔术性的被改变。他说，如果有些事你现在不做，但你认为你退休后你会去做，他说事实是，当你退休之后你可能也不会去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作者说，因为你今天如果对这事不够重要，以至于你不会腾出时间去做，那很有可能将来你也不会去做。所以这位作者的忠告是，有意义重要的事不要等退休才去做，重要的事现在就开始做，不要自欺欺人的敢等未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不够期待？耶稣说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的心里有你和我，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常常里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他？我们也需要为主预备地方，我们的准备主要我们警醒的准备，也包就是我们要学习为主预备地方，我们需要在心里为他的话语预备地方，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为弟兄姐妹预备地方，保维持团契的小组的生活，一起在主里经历主的爱。我们需要为我们四周围的人预备地方，学习彼此宽恕、彼此相爱的功课。你若是在疫情中远离了主，也许在这段时间里面，或者你也许停止聚会了，或者你没有继续在小组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你的灵修的生活中断了，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要你知道，主没有放弃你，他仍旧爱你，而且这正是他正在呼召你回转的时刻。我们最需要预备的是自己的心，使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居所。因为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心里若没有主耶稣，怎么会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呢？启示录3:20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主耶稣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敞开心门的为他在我们的心里预备地方，正如他也爱我们，他敞开他的心门为我们预备地方一样。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承认自己在生命里面没有把神当作神，如果你承认你自己心里没有做好迎接耶稣再来的准备，如果你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却远离了他，你知道你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你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邀请你跟我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们来寻求主的名，主，请你来到我的生命中，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
我承认我是个失落的人，我有许多破碎的关系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你帮助我与神和好，赦免我，因为我心里没有将你看待为神，宽恕我，求你以十字架的拯救宽恕我，赦免我过去的、现在、未来的罪。谢谢你为我降生，又为我舍命。谢谢你为我在天上预备地方，请你来到我的生命中，我相信你能改变我的心，更新我的思想，赐我新生命。我要在我的心里也为你预备地方，帮助我，帮助我跟随你的道路，领受你的真理，活出你所赐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如果你从心里，我们将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是爱垂听祷告的神，他听见你，他也必帮助你，与你同在。我鼓励你个人分享你今天所领受的感动和决定，我也邀请你继续与我们一起敬拜主，一起更深的认识耶稣，并且非常期待你能够与我们一起联络。如果 你离开了小组的生活，我欢迎你回到小组里面来。如果你希望那个在主的话语进一步的成长，我邀请你与我们联络。我在我们的网站上有许多不同的资源，欢迎你那个加入我们早上的 成人的新生命学院的学习，一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预备空间，能够领受主的话语，领受主的生命。在我做父母的多项的不同的经历里面，其中有一项回忆对我来说总是特别贴心的，这是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发生的一件事，不过之后就渐渐不如以前了。那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当我从办公室回家的时候，门才打开就听见他们大叫说，爸爸回来了 Daddy， 然后两个人就立刻跑过来抱我。我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过，这个对做爸爸的可是无比的荣耀和喜乐。如果你家孩子还在这样做，你要好好的享受，好好的感恩，因为这个人生阶段呢，是好景不长的，一转眼你家里的欢迎队就可以变为哦，你到家了，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很怀念那孩子期待爸爸的心。我想我们对主的再来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愿主帮助我们恢复一颗期待他再来的心，教导我们在心里为他预备地方，为他的话语预备地方，为彼此相爱预备地方，跟随主的道路，领受他的真理，活出他的生命。愿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圣诞最深的祈求。 Maranatha， 主必再来。是的，燃举心。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流血舍身，为要成为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平和平，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谢谢主，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主，那是我们何等渴望的田家。主，求主今天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心里为你预备地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主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Thank you.